家嚟到行啦。行嚟講咧，當然我哋可以，如果能夠喺綠色生活裏邊咧，單車嗰、那個使用咧係應該係可以多一啲嘅。但係因為喺香港嘅而家嘅情況之下咧，尤其是即係人車爭路得咁緊要，仲即係好難講話點樣可以讓啲路俾單車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喺新界咧，我哋係有足夠個位置，亦都希望政府咧有加強佢嘅政策。在單車嗰個使用方面，能夠咧係可以惠及我哋嘅居民，尤其是新界西同埋新界東嘅居民咧，可以用多啲單車係出入嘅。咁另外，如果真係譬如冇單車啦，咁如果係多啲用公共交通工具啦，咁另外嚟講，如果係要用到真係要揸車嘅話咧，咁我都鼓勵大家咧，第一當然要停車適時啦，第二咧就揾一啲車嘅車種咧係比較常係可以慳油嘅，咁甚至乎即係電動車當然亦都係首選啦，咁。跟住如果有咗車之後咧，亦都要多啲做保養，令到架車咧就唔好咁容易損耗，咁損耗就會耗多啲油，甚至乎咧佢會發出嗰啲二氧化碳，會污染咗個環境嘅。